我在香港3天，3天都住在旅馆里面，除了奖金出去之外，没出门。旅馆里面有电视，我们电视没有开过。我在读经，全部的时间都在读经，读经读累了，走廊上散散步。我连第二层楼都不下去。不接触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东西，不接触，少接触好。一切吃，一切食，一切处，要知道养自己的清净心，让自己念念与道相应，这就对了。我们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时代，这也是懂得缘分、认识缘分、掌握缘分的重要方法。唯有真正发心求生净土，欧益大师说过，这样的发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心发了之后，一定要懂得一向专念呐，我们才能成功啊。